小柏林，小柏林，快看，妈买的冰激凌，让姐姐给你分着吃，我才不给你分着吃呢！我把你困在这气球后面，让你出不来，看你怎么给我分着吃。点亮小红心小家伙，我用这个竹签扎爆气球。哎，让小朋友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呀！我看哪个小朋友敢点。你们要是点亮小红心跟小家伙，让小柏林把气球扎爆的话，我啪一吹，把你们鼻子吹流血！不许点小红心跟小家伙，听见了吗？又把小家伙点死了，小柏林可别炸爆了啊！姐姐的啊炸爆一个了啊，又炸爆了一个啊又炸爆了一个啊，这下可糟了，小柏林能出来了，哎，这个炸不爆了，这个炸不爆了吧？看你炸不爆了吧？嘿，炸不爆，炸不爆，哎啊，炸爆了，那分给你两个吧，讨厌死了，都怪小朋友点小红心小家伙，哼。我这就去小朋友家，我就使劲吹你们鼻子，在家等着我哈，不许锁门，谁要是锁门不让我进去，我把你们的门用脚啪一脚给你们踢坏，把你们家门踢坏，哼，我就剩下两个了，哼，我这就去小朋友家去吹吹小朋友鼻子。谢谢小朋友们，给我点